我就是朋友跟我说过好多次，我挺想吃的，但听到要排3个小时，哦，我就退缩了。这么久？这次觉得有人陪着我一起或者要排，我觉得还有点动力。我跟他说一下，好像我们要排很久，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？好，那他男生说，我去排，我比想象的又要快一点了。就是他可能到的会比他说的快一点。停哪里？哇，这么多人！哇塞，真的是排队的呀！排队的，我的天哪！网红了好多年了。哦，是吗？哇，网红了好多年，好多年了。试一下这个，哇哦！我刚刚看有排队，但感觉应该不用排个1个小时、2个小时。你已经到了吗？我们都还要20分钟，我才可以到哎。